对，各位观众有没有觉得今天场景非常特别？没错，让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要来拍什么呢？交换主打歌 PK 赛。是今天高商的年龄加总一下就没错。我们一群年熟龄的年轻人来到 KTV 啊，当然年龄完全不一样。那交换唱主打歌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你们要来唱我们这个年代的歌，我们要来挑战唱你们那个年代的老歌。不要加老，金姐。先往了，我的是潘玮柏的24 BD， 我签到签后，签后才怪美的。我们来问一下年轻人代表洛兰，你抽到什么歌？洛兰懵了，失去的爱，失去的爱。我们今天来挑战，我们给熟龄一点小福利，就是你们在唱的时候，如果随时需要救援，就随时喊咖，我们会让你们抽三张热舞卡牌。唱十秒，一起合唱十秒，指定啦啦队十秒。等一下开始唱的时候，我们都把自己的年纪年龄都放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开始比赛吧 ，Go！ Go！ 年轻人一起唱十秒。唱落来，心情才会快活啦。爱我的一人，我用尽我的真情，感谢爸爸的照顾，妈妈落的耳光。怀特带来阿令的自由。该用什么象征？我的关系微妙，却不是爱情，都是假装为你从何谈起。好，赵姐姐带来的是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，让世界停止那一场雨，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，吻你的呼吸，一眨眼，一瞬间，你说好就是永远。年轻人帮我唱十秒。始终不愿相信，这是命。
餐失恋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